今天面试差不多到这边，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那道毕业证书已经过了两年多，104518每间我都去过，做了功课，穿了西装，也梳了油头，没人录用，难道是我长得太丑？难得周末拍手，早上打来是房东，上个月的房租等等晚上回来收，独自走在街头看着情侣牵着手，管他什么街都孤单度过。小时候的梦想并不是朝上远够，每当家人问起生活我该怎么诉说，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大学生，出了社会没工作，没人爱，没人疼，每天打工到凌晨，还是住套房单身。是我不够努力，还是我太笨？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大学生，挤在台北街头唱着歌，直到停下来等红灯，我深思人生，觉得无奈又如何？哎，不要！终于找到工作，每天重复的动作，下班买个便当，睡觉前打打电动。人生目标，为了生活早跑到脑后，虽然习惯，却还是会有些难过。看到朋友出国，再看我的户头，存款不多，最远只能到花莲走走。好山好水，好让我一个人看日落，想着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小时候的梦想并不是朝上远够，每当家人问起生活我该怎么诉说，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大学生，出了社会没工作，没人爱，没人疼，每天打工到凌晨，还是住套房单身。是我不够努力，还是我太笨？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大学生，挤在台北街头唱着歌，直到停下来等红灯，我深思人生，觉得无奈又如何？直到停下来等红灯，我深思人生，觉得无奈又如何？